心念。学佛行中道，才能不偏不倚；为人行正道，才能不贪不邪。有一种爱，超越人间红尘，它是人伤我痛的菩提心，它是无私的大爱。这种爱就是慈悲。有修养，有恒心，才能如如不动，你才能看到佛光普照。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本经，看你什么心，念出什么经。心念正，念佛经；心念邪，不正经。心在一念之间，能化出佛与魔。一念善心，仁慈经；一念恶意，心魔经。救度众生，慈悲心。让你本性念心经，贪嗔痴慢愚痴心，让你难逃阴魔心。走向阳光，远离黑暗，慈悲离愚痴。学佛得真知，走向慈悲道，远离贪嗔痴。